曾志伟是娱乐圈中的一个大佬人物，在娱乐圈中影响力很大，人气也是超高的。曾经出演的电影演技让网友们纷纷夸赞。虽然曾志伟的长相不是小鲜肉的类型，但出演的角色能让人过目不忘，尤其是其中还有经典的角色是其他人根本无法超越的。其实曾志伟的热度是非常高的，他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很快被网友们关注。作为影视圈中的领先人物，连他的女儿曾宝仪也是自带光环呢。近日曾志伟街边现身了，穿着一身休闲运动衣的他看起来气场十足，完全没有明星架子啊。当围观的人们看到是曾志伟，纷纷上前围观，这时旁边的保安不满意了，开始让周围的路人让道，曾志伟这时也是拉着脸往前走，好像很不高兴被粉丝们围观。最后人们让出一条路让曾志伟前行，就是这样的举动曾志伟又上了热搜吧。大家喜欢曾志伟吗？喜欢他的作品吗？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